有点避暑啊，清楚的东西，不同类型啊。刚刚是去买菜的，来，请风格，自我介绍，你先。大家好，我是优米。优米，优米，请问你是谁的朋友？丫头。哦，有，看得出来，同一种风格。哎，对，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都是干部。我是米娅，请问你是谁的朋友？我叫萱萱，我是丫头的朋友。哦，丫头，哎呦，终于有朋友，可爱的。请问你是走错方向了？大家好，我是谢璇，我是拉拉的朋友。哎，谢璇，有气质，谢璇。拉拉的朋友怎么会这个史黛鲁有点不太一样哦？有在修行是吗？没有。哦，没有，是他跟我买衣服。然后，漂亮店员，大台中的服饰店的店员，还是网拍，有在做代购。哦，代购。你的垃圾袋很特别。不是，不是，不是。吵哦。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很空灵。对啊。对。就光看到他就想念经，温度有再来一遍这样。来，你们怎么认识这个死丫头？因为我们三个的男友是同一个。什么意思？谁啊？现在吗？应该是韩星吧。共同的男朋友，或者是偶像吧。我们共同的男友。前后任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三个都是后宫，就我们都是郭书瑶的小女朋友。郭书瑶谁？郭书瑶瑶。郭书瑶是女的。对。郭书瑶，郭书瑶是女的。对啊。她是你们的男朋友。对。没有，多元成家已经什么意思？多元成家。因为我们三个感情都跟郭书瑶很好，可一开始我们三个都不认识。然后后来我们三个就聚集在一起，因为郭书瑶的关系。对，丫头，丫头，你当干部以后生活很乱。没有啦，但是郭书瑶真的对我们超好，她真的把我们当女朋友。就比如说像我第一个的 Chanel 包包哦，是她买给我的。哇塞，她现在这么有送 Chanel， 哎，她缺叔叔吗？可以啊，谁会送叔叔 Chanel 啊？叔叔 Chanel。哇塞 ，OK， 你们为什么可以随传随来啊？那个丫头的局，你们有这么喜欢参加？因为他很好笑，就是我们都一起非常的闹玩游戏，对，游戏他是蛮好笑的，而且他就是很照顾我们。是，因为我跟张立东一样好笑，差不多，他真的很好笑。不要小看自己，你们看过张立东吗？以前在江湖上，江湖上，哎，好像有，好像有，有吗？他有把过你吗？不要怕。会不会 FB 有啦？在哪里看到他？在对，在哪？就是朋友生日聚会。哦，那很赞啊，那算是正常的场所。很害怕。这个仙女，请问一下，你刚从哪飘来？对啊，你可以随传随飘来。我在附近工作，然后来想说肚子饿来吃一个牛肉面。对，我们在，对不起，我们没有牛肉面，就每天晚上唱歌，是唱歌都要吃牛肉面，对，那务实。那拉约你都会去吗？因为他约，平常我们都是桌游啊，然后不然就是健康的局，所以我就很放心。哦，这个都是第一步，先桌游，桌游之后，哎，你看我们玩大富翁，我们干脆我们去 KTV 玩吧，啊。那今天拉拉带来什么口传卫生纸游戏？这怎么玩？口传，这是韩国很流行的一个联谊的游戏，就是示范一下。好，就是用嘴巴含住卫生纸，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因为最后一定会很湿或很小块，最不敢传的人就输掉了。哦，会传到很湿啊，就有的人会口水很小，吸口水啊，而且有的可能心机很重。就会把它吃掉，然后剩一小块这样子。哎呦，那我们就请你们三个来玩了。我不太方便了。
就让你们这些单身太方便什么？你要不要先回家了？不太方便，可以可以可以，来，欠骂，来，请到中间的。所以是，还有张立东。对，是会有一些我跟立东包夹的，对，你男生有你穿插嘛？你可以点名找谁？我不知道啊，立东跟森达穿插嘛，不要并在一起。那你们可以，你们可以点谁要出来？对啊，点谁？我先，你先点，我先点，嗯，哎，谁推我？不要自己报名啊，太明显了吧？太不卫生了吧？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位女孩是这个女孩子空灵空灵的少女谢璇谢璇谢璇他们今天没有贴名谢璇你叫谢璇我以为你叫谢贤谢璇好来当中指名一位好这好尴尬我在指不会啦哎你已经选好都很漂亮哎所以呢选太久了吗？啊，那我每个都认真选，他每一个都想认真选，我选，我不要，你们两位想要，你们两位在张立东左右，不要了，培培跟那个对，张立东左右，培培我们玩一下，就是要你们的了哈，培培跟恰恰，好，他们一片名牌，你记得他叫培培哦，我们认识，我早就认识，来，屈哥，屈哥站中间，来，屈哥，屈哥嘛。我也要玩，可以玩，可以玩，屈哥你可以玩，反正你已经不爱老，三男三女，啊，请开始。屈哥，屈哥在看哪里？屈哥，有这么屈哥吗？要撕掉吧，要撕掉，要撕掉，要撕下来，要撕下来，撕下来，撕下来，对对，屈哥要撕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两个在家里玩好不好？你叫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我什么时候轮得到？他还可以传啊，一米八还可以传啊，不会，你出来，还可以传啊，还可以传啊，可以传可以传，可以传，可以传啊，志哥，那我怎么办？我没有，你都没有，我为了节目，为了节目。你知道那个脸爽的嘞，你知道做球给你那种球已经做到这边，也太小了吧！灌篮了，你知道？灌篮！培培要哭了！成功！想抢怎么办？成功这样，你的没有撕掉，没有撕下来，你要把你要咬住，对，你咬的那个部分要把它撕下来，嗯，哎，等一下是不是还要传回来？对，哇哇哇！画面好美哦，这个画面，这个游戏好开心哦！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傻快，他妈的，快进去，快，好，这是一个韩国的联谊，很好玩，好玩。好玩哎，那个哎，结果没有人输啊！哎，对啊，没有，大家都很认真在玩游戏啊。好玩好玩。哎，你们俩没什么事吧？要不要喝点苦茶？吃点苦茶。